声鼓励鼓励，谢谢！再一次热烈掌声给我们阳明国小管乐团的老师以及五六年级管乐班的学生，谢谢我们曾世芳老师以及我们台上所有的小小音乐家，谢谢你们！好，国副厂长，那我们好伙伴环保局那个保护局长，还有我们在地我们的管方，我们的五副馆长。那今天其实相当感谢我们有相当多的校长，还有我们的顾问，跟学校的孩子同学们一起参与了我们高雄市今年的这个所谓的永续食农这个计划。我们计划已经其实在高雄我们已经扎根了三年，然后我们后来发现我每一年都参加，然后发现每一年的主题我们都越来越活泼。那我从我们最早期一开始我们只是从学校的学校孩子的种植参与，然后呢跟农业一开始的相关，慢慢的今年我们已经在那个叶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已经融汇到就是呼应到整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的目标，让孩子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一起来探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后面的背板，今天我们其实很用心哦，我们的背板里面其实很大的展现到了今年参与度的各个学校，你看看，有水稻，有凤梨，海边有虱目鱼，然后我们的深水有鸡蛋，所以我们其实有相当多的学校的教案，它用我们的农渔畜不同的素材，透过跟孩子的探索，我们透过其实市政府只是一个算是一个启动，我们用很有限的资源，但是呢，我们串联起学校顾问的想法，学校孩子们的求知欲望，还有我们高雄市所栽培的青年农民的参与，让这个食农在高雄扎根。每一个教案，今年虽然做出了12个教案，但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已经累积了30几个教案。这些教案我们在公布在我们高雄市有一个我们高雄市食农教育网，我们将这个案例在最后面成果完之后，我们将它发表，让全国的老师们跟孩子有机会循着这样教案的模式，在每一个学校能够再去做一个发挥。那农业在这10年来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农业，它其实跟人们的生活很有关系，更重要，它跟孩子的成长过程，我们觉得它可以担负起一个相当多的一个启发的一个概念。我们是好的，5 4 3 2 1，高雄永续食农养成记110年，高雄市政府农业局食农教育成果展正式启动，热烈掌声！也欢迎民众在3月18号到25号到我们观光馆来看丰富多元的执行成果，课程接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既在地又国际，有好多宝藏值得一看哦。好，谢谢。那我等一下，我们。也发展成一个教案的教学课程，然后跟在地的渔夫老师以及在地的养殖渔场合作。那我们希望的是透过这样子实地的学习，让学生能够跟课堂上的学习能够呼应。好，那透过这样的呼应以及体验学习呢，我们希望的是小朋友能够深化他永续海鲜还有在地餐桌这样整整的概念，这样子，所以才有这个教案。徒弟带他们去养殖场看过吗？有，我们有实地到在地的养殖渔场渔温里面去体验什么叫生态混养，然后再来就是鱼池里面的食材怎么变成餐桌上面的食物，这样子。可是小朋友这样的话有下海吗？他们有在渔温旁边，就是实际去拉渔网，去抓虾。好玩，好，谢谢。三三一汤，然后就是选出家里面常常使用的三三一汤，然后孩子们会选出那个家里面常见的，然后每天把它分为主食一、主食二，还有汤。九孔它就在化
建议食用的这一区长到了，所以它是一个很环保的食材。那环保的食材它就会在这一个，它就可以得到一张建议食用的图卡。你有酒口？有，因为刚太多了，所以把它。今天我到了，好像蛮厉害啊，五分。对，它背面有它的积分，它就可以得到一张五分的食农卡。然后孩子们把这一些食农卡对照海鲜选择指南之后，然后得到最高分的那一组就是优胜，因为他们的菜单最环保。然后回家之后就可以建议爸爸妈妈以后选择菜单、选择食材的时候，多多选择建议食用的海鲜。哇，那个要花很多钱呢，那个都很贵。哦，有人答错，答错有。啊，我答错了，校长答错啊。对，那是套厅，套厅它不是那个乌贼的别称。好，然后再来就下一题，那积分板就会马上把分数秀出来。哦。南寮游客就有930分，那这样小朋友就很兴奋。然后就会欢迎大家到科工馆。南国小的摊位来体验，欢迎耶！爸爸，走回家吧啦！你哪来高雄？家里想吃饭，高雄熊喜在，熊爱来。